担心剑心种帮助他们吗？哼，一群铸剑师而已，若论武功根本不值一提。剑心种有高手坐镇。高手？是谁啊？剑心有约，睡梦杀人。李新月，他死了好多年了。是的，李新月已经死了，但是心剑还没绝。那个传他剑术的人也仍然在。天下第一铸剑师李素王。紧张什么？是我呀。巨剑腾空，名剑破军的仿剑，是我年轻时所铸，也是许久未见了。这是一柄好剑，可惜没有握在正确的人手里，杀气太重，毁了一柄好剑。剑本来就是凶器。年轻人，你在我面前论剑？自己的事自己了，您就别为我出头了。再来问一次剑吧。青龙师姐，这个人就是苏尚离？这可是逍遥天境的高手，灵无界他能赢吗？哎，没可能的，境界差距太大了。境界差距并不是不可弥补，很多武功都可以暂时提升境界，比如